这啥？我之前甲胡先生开的厝变过的时阵啊，伊真正足好胆，竟然敢甲我开嘴，而且叫我发现讲伊有偷上这个影片的备份。这只小鬼啊，就是想过小贪啊，伊才要利用这个影片偷钱，所以我才想要送伊上路。胡先生笨手，我也敢死鬼啊！你敢敢骗我？我亲身去找伊，伊都敢甲我开嘴啊！你想，伊继续消贪落去，伊敢袂把脑筋调去罗安姐遐去啊？爸，安姐是一个无心机的人，伊若真正知影啥，伊哪有可能去定定？伊一定会直接来找我问清楚啊！你确定罗安姐你袂看唔着人啊？我感觉你看罗安姐的时阵，拢有带一挂奇怪的私人的感情在呢。人敢调起来？到即马是唔肯讲，伊是毋是看过完整的影片？袂歹，想办法一定要互伊讲出来。爸，你有啥调起来？当然是罗安杰啊！爸，你准对阿杰创啥？我一定要确定。我甲你的关系袂撇空，所以只要看过完整影片的人，拢无在条我了。爸，你袂当安尼做，啥人袂当？你胡旭安，人袂找着，凭我。我讲我白做罗安杰是假，我主要是要试他，是不是去让伊白家规人物现出来？今麦我完全已经确定，你用何白家，你唔知你做什么代志？我若不赶紧给你点醒，我这个假会当摆在你手里。爸，代志来搞，我就无得收煞电报。独一人已经变早一步找到胡迅安。啊！若无王文金甲罗安杰，因自然就会知影，去暗助毒蛇的人是你。加上我的出现，以王文金伊的头壳，伊自然想会通，我甲你有啥物关系？这就是你上届新任的小卖部出来，你竟然完全无知觉。是的，是我疏忽了。啊，不过爸，就算王金继续查落去，伊紧紧给咱藏着，咱两个有交集，只要想一个借口，只要我是罗在兴后生，就算我有你，伊嘛袂当我。啊，哥，我陈明的身份早晓都要清清气气啊，就算王金跟我离开，伊嘛无可能查着啥。所以现在打算要怎麼处理？我是无法确定安杰到底怎样活生。爸，我绝对把这个代志处理好势，让咱的计划会当继续顺利进行落去，请爸莫操烦。明仔载啊，是要正式用罗文尧的身份，为罗在兴啊，接受荣兴集团5%股份重要的时机。所来就是咱爸仔囝两个要联手，讲入去荣兴集团的阶段，所以我绝对无容忍任何人、任何物件
弄在你的头前，知影吗？爸，我知影。王金这个人，伊对我真袂放心，今嘛绝对袂当打草惊蛇。我买过了，我要落家出嫁，我要做上好处理，请爸放心。好，老家的代志啊，我暂时袂插手，我要交你家己去处理。你就先回去，好好休困。明仔载这个重要日子，把你该同我讲的代事陪好。其他什么代事，等5%的股份提到手，咱再过来讲。啊，那胡迅安，你有什么消息？我要叫陈亮随时通知。好，爸，你嘛较早休困啊。看起来小雨对罗安杰的感情比我料想的更加深。你要给他饲一下，伊规个人就紧张起来。这罗安杰已经变成小雨的弱点，但真正有人用这点来对付小雨，安尼伊敢无多脱身？吴俊安绝对无讲老实话，拄则我的推断嘛绝对无唔对。看起来罗安杰甲吴文金这两个人，我一定要特别警觉，小心注意。文瑶，官会感谢状。李司令，这是一张感谢状，贡献不得。我胸胸有一个真大胆的想法。文瑶，根本都不是秘故。哎呀，你就感谢状竟然绕口气无处理掉。小雨的血型是 AB 型，漫步于罗文金看到记录卡顶端的血型注记，小雨的身份就别讲呀。阮尽量卖破坏张院长物件，这东西伊照顾大汉囡仔所留下的记录。一定真认真。陈院长是一个真有理想的教育家，这物件对伊来讲，是会当让伊继续为着公益打拼的宝贝。李司令，而且陈院长吼，真正足珍惜一切的收藏的。啊，不过这裱框后壁是用螺丝锁的，啊，可是螺丝拍开，这样才有准确感。志豪，我来把伊啊，你甲拍开吼，我来变个环节。董事长，李少爷，签名仪式会当开始啊！刘啊，来提醒一下啊，法律有规定哦，二等亲以来啊，亲属中间若是要股权移转啊，都要遵照迄遗产啊，佮有赠与税法的规定来去纳税金的，啊，若无说。股权移转是无准绳的哦，你是唔通啊？假大班在阮众人面头前啊，啊咧作秀呢，啊到时阵要切破人的嘴。多谢你的提醒啊！阮永兴集团有上专业的财务团队的，一切拢依法办理啊。你敢袂当卖遮尼计较啊？你若要见证，你点点就好，卖遐尼搞话。你若是叫了到仪式的进行，我是会叫人甲你请出去哦。妹妹，看起较水新娘的吼，伊啊就是惊讲哦，有人等伊坐遐啦，所以硬要出一下声刷存在感。啊，不过不要紧啦，开面一个月时间，伊来推出造镇计划，大家快点来啊！你讲，小丹姐。陈爷已经出一挂状况，
监狱长办公室的壁顶有写我的十八岁关怀感谢状。我无处理好，去互老狗去。已经被王警发现了。那有一款代志，以前老狗无处理掉。安姐，我们随着一张文邀过去关系，也感谢奖状。也不过，这螺丝已经生锈了，拔不开。看他较紧的，我哥已经开始签了。志豪，直接给他下火，把感谢卡提出来。是。进去。安姐是安怎做这个签名？敢讲伊走去幼儿园真正原因是对我身份起怀疑？伊个黄金是蔡老三，无可能啊！任何甲陈明有关系的证据，我拢无留落来啊！爸的面色也真哩歹看。姐啊，啊你是安怎啦？是安怎叫别人来抢啊？二哥伊，伊的领导歪去啊！这么重要的时阵，我希望你翕的所有的相片，拢是好看的。之前我捌希望，时间会当停伫个咱头一个见面的时阵，并毋是我的二哥，我嘛毋是你的小妹。想袂到即马，我竟然会希望你真正就是我的二哥，希望你毋是予陈忠信利用起的双面人。这种矛盾的心情，你敢当了解？那是无落家，是你即马要做的代志。你就别丢丢我，因为看你痛苦，我的心会更加疼。十一、十二，哪会搞十二张？哪有可能？我特别捡一张文瑶的卡片，你想看卖？卡片零啊！这阵摆伫遐，绝对袂用。情况变，这是你欠阮陈家的，小人不准来破坏我的计划。刚离开的会员，赶快欧西，安姐。温瑶开始心迷糊，二哥，恭喜你。